姐，哎妹，我能不能在你家住几天？怎么啦？是不是他又吵架啦？哎呀，跟这样的男人没法过了。那好吧，你想住多久你就住多久吧。啊，那行吧。哎，姐夫，嗯，去哪里呀？哎呦，床都搬出去了。你们要分房睡吗？不是的，他现在拿到那个三叔公那个木匠里面去加固一下。哦，这样子啊？对。啊，那姐啊，我就不在你家住了，我怕小孩啊晚上闹腾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就这样子啊？啊，好。不、哦，姐夫，姐夫。啊。哎呀。干嘛？听我姐说啊，你变了个人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哦。老公，你去哪里呀、啊？哎呀，这几天老夸我，说我这个，其实还是姐夫的东西好。我现在想去买点东西，答谢一下姐夫。等一下，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？顺便啊，把这个帽子换了，不要了。那行。